哎，主任，哦，我知道那个整个的企划案，明天一早我给您好吗？哎，好嘞，好嘞。啊，儿子，你跟妈妈说实话，最近真的好吗？现在上海天儿挺好的，不冷，工作也不辛苦，挺好的，放心吧。昨晚妈梦见你了，你跟我说，你饿得胃疼，还说平时都顾不上吃饭，三餐都是瞎糊弄的。啊，你不是不知道你儿子。刘渊，我跟你说啊，这梦都是反的。你儿子从小什么都可能凑合呀，但是就不可能会凑合吃这方面的事儿。放心吧，妈，好吧。那你晚上吃的什么？啊，那个，今晚我跟郭崇还有这哥几个，我们一起准备吃火锅真的？呢。啊？哎呀，妈妈刚好买了新的摄像头，今天跟你三姨学会了用电脑发视频，你跟妈妈视频一下呗。让我看看你们涮火锅。也一起热闹热闹。啊，行吧，那这样吧，那个他们刚我去菜市场买菜去了，等一下，那个我给你发视频过去，行不行？郭老二。我先不管你现在在干嘛呀，你现在马上带着小飞还有杰森来我家吃火锅。哎，你别问那么多，快过来吧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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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就是我全部家当了啊，一二三六个。哎，五包方便面也是全部家当了。你看，哎，六包，再加个苹果。我们家能找出来的也就五根火腿肠，没了。这火锅怎么吃呀？省着吃呗。然后我妈给我打电话了。啊！赶紧，赵斌，你赶紧把面啊调料放里边。过来，切苹果这个，切成花。阿姨，Hello。阿姨，你看我们怎么干的？阿姨好。让我看看你们的火锅，都吃的怎么样啊？我妈一直担心咱们吃不好，你知道吧？阿姨，你看啊，我们吃的是什么？德国火腿，这个是我雕的花，你看技术怎么样？阿姨，我们这荤素搭配特别有营养，你放心啊。嗯，妈，这火腿味儿真不错，德国进口的。哎，那黄色的是什么呀？啊，这个，这个呀，阿姨啊，这是那皮。哎，鲍鱼吗？对，对，鲍鱼，这么厚的鲍鱼啊，怎么有点白呀？哎妈，你不懂，阿拉斯加深海鲍鱼颜色不一样，老有营养了呢。看到你们这样，我就放心了。哎妈，你放心吧，好好陪家人，你们也吃饭聚会呢。啊，对，别管我们了，我们聊我们的啊。啊，阿姨，你先吃了吧啊，拜拜，老妈，注意身体啊，阿姨，拜拜啊，过来啊。哎，就这还阿拉斯加的呀？火锅苹果也挺好吃。嗯，哎，那借这个机会，快跟我妈联系一下，也跟她打个视频得了。好主意啊，算我一个。那一会儿就都用这个。打，那我先打了啊。每一个在大都市奋斗的游子，都像我们一样，痛并快乐着。我们早已习惯展示喜悦，隐藏悲伤。我们不想让家中的父母心生挂念，有人总是会问，男人什么时候会长大？我觉得，当我们学会了像我们的长辈一样，用故作坚强来承担生活的重担，笑对困境，泪吞心底的时候，我想，我们就已经长大了。